大庄园了啊，这就是野猪庄园。这是大土炕啊！哎呀，回家了，这就是我东北的大土炕。这什么老乡这个？我老丈家赵云的，赵东仓。你好，老板啊，你好。昨天那个窗门就跟我说来着，然后说你也在，一会儿我要和赵相声。反正都老乡了，都老乡。这杨总这是咋半个老乡人？就是。你是杂交的吗？这个就是说纯种猪和这优良黑猪改良的，然后叫做特种的猪。现在这种猪的营养价值比家猪要高2到3倍，而且我们喂的都是纯粮食，饲养周期都是超过1年半以上。它这野性也比较大。对，因为现在虽然是改良杂交，但是还是占这个纯种野猪的70%以上。这个就是带獠牙的，你看那个两边，它这个只不过是断了而已。对。这个已经断了。哎，我来喂你们来了啊！哎，来，来打架了。这野性比较大呀。这来。我们家都非常具有这个特色。你看，摸一摸它。可以，没问题。好，对，有机会到我们这儿来尝尝野猪肉，然后骑骑骏马，游泳，然后打打牌，之后还可以唱 KTV。再来个小鸡炖蘑菇是吧？对，东北特色菜小鸡炖蘑菇，猪肉炖粉条，那嘎嘎的。对，香不香？好吃这是。这就我们这块东北这叫铁锅炖，对，你们东北叫铁锅炖。馋疫情少一块不机会白好了。咱们是在穿越了吗？穿越了吧。伟高他叫你学做人一定要学会低头，你看这个漆上面的漆很漂亮，有金色绿色，就像一样飞行。要不要加个微信？加微信，大家需要有那个啥，太帅了吗？真的仙人了，仙人一把。不是要帅就行。仙气啊，真的仙气。仙气。你是要给小姐姐拍写真了吗？真的，你觉得真是这个仙气吗？奶油两边，然后南边这块呢，就是山上那些庄园的休闲地。因为它原来是个麦地，所以我们现在把它种的都立体起来，体验吧。另外就是我们想把欧洲人的那个安全食品生产理念和这个慢生活理念产品，所以这油已经啊，最近不错呀，放飞心情啊。大家想看一下挤的过程？哎，挤的过程呢？这是木桶的，现在挤奶是机器挤的。刚挤出来啊，还热乎呢。我们已经到达欧洲了啊。